这个饼昨天没有吃完，今天继续吃。吃完我们就整这个碗柜，这个碗柜好重啊！刚刚两个人抬了一下，感觉抬不出去。本来是想到外面去整的，可能得到这个房间里面整一下了，太重了，这种实木的东西。这个是泡菜坛子的盖呀，坛子已经不见了，这个盖子可以拿来栽花。这里有两条槽。这个是装那个玻璃门的，下面两条，上面也有两条，现在是开放式的。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清出来了，这个柜子终于可以搬得动了。现在把它搬到院子里面去晒太阳，消一下毒。这个现在搬出来了，先给它用水把那些灰呀什么的彻底擦干净，擦一遍，然后在这里晒干。用这个84给它喷一下，哇，这个颜色好漂亮啊！哇塞，跟新的一样。
啥？六毛钱，这里还有没有？这个是不是隐藏的私房钱？你说没有了，就六毛钱。那个时候这六毛钱可以，我一天有六毛钱都很幸福了，可以买辣条嘞。没了，就六毛了。把这个碗柜里里外外都擦了一下，现在来装纱窗了。刚刚想了一下，这里好像可以装那个玻璃，还漂亮一点。对，又可以挡灰。对呀，我们去搞玻璃去吧。嗯，玻璃漂亮一点，这个纱窗没这么漂亮。搞玻璃去吧，走。这个玻璃买回来了，一共是四块，42厘米乘以31厘米的，21厘米的，那就是15块钱，这四块加起来15块钱。这个碗柜顶上有一条很大的缝啊，用这个木工胶就给它当玻璃胶用。碗柜整好了，把有缝的地方用木工胶填了一下，这样就不怕进虫子嘛。前面的玻璃也装好了，完美呀！现在打开让它透一下气，今天晚上就可以用了。刚刚去街上拿了一个快递，我们买的这个芋莲到了，顺便看到有人在那里叫卖这个莲藕啊，刚从那个大池塘里面捞上来的，好新鲜的，里面很多泥巴，1块钱一斤呢。这里有八节，八个，这5块钱，好便宜啊！这个才5块钱，到时候如果我们就说吃不了。肯定吃不完啊，这么多，就给邻居或者我们姨送一点过去。这个芋莲的话，就是因为那个洗澡的这个房间嘛，它地基就是随便建的一下，这个房子已经有点歪了，这个浴室，然后导致这个门关不上，它那个地面变形了，那个门怎么都关不上，就没办法。关到这里就关不上了，它这里还是没有动的，因为这是靠着这个房子的主体很稳，这一边就是自己砌的塌下去了，
那个土不严实，塌下去了，这个门关不了。我开始想的是把那个下面用那个切割机切掉一点点就能关上了，但是后面一想，这个门也不便宜啊，这样一切掉就毁掉了。对，好像还挺新的。就先不去动它，我们就装一个这样的浴棉嘛，挡一下风，主要是太冷了，晚上洗澡，就这样子，稍微挡挡风就算了，太冷了。装好了这个，喵，这是邻居家的小橘猫，特别的小啊，上次还从这个缝里面钻进来了，喵，你要进来玩吗？你要把门打开了进来玩吧。不要，喵，但是老往我们这边跑，邻居还以为猫丢了，这里钻不进来，我的天哪，那旁边有缝。喵！哇！喵！喵！好小一只啊！你是来找小咪玩的吗？我们家这个菜板中间凹进去了好多呀，不好切菜，然后切菜的时候它老是晃嘛，那个底下也不平，现在给它磨一下。接下来再抛光一下，我们的菜板好了，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切菜切到这个凹里面去了，根本切不到，而且它也不会一直晃了，好开心啊，相当于有了一块新菜板，太漂亮了，做饭去。这个碗柜就已经整理好了，上面那一层就放一些调料，桂皮八角啊，或者小零食，中间这里放我们的碗，然后这一格没有门，就放一些杂物，这个最下面以后就放那个米，不过我们没有那个米桶啊，放袋子的话那30斤米放在里面不太方便，不好倒，到时候看要不要搞个米桶放在这里面就非常的方便了。有点旧啊，那个板子其实不是很脏了，上街就准备做菜，今天就炒一个这个白菜台吧，菜心，这个是邻居送的，赶紧吃了，这个好吃啊。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一份鸭肉，这个是今天到那个我们姨那里吃饭，然后他给我们打包了，没有吃完的直接让我们带回来了。这个鸭子还是我们上一次买了一只鸭子，想要送给一个过来看我们的朋友，他没有要，就留到今天才吃。这里就厉害了，一堆这个红薯，好多啊，这个就是老爸姨还有邻居送的，感觉吃不过来啊，
到时候考虑给他做那个红薯片，就是蒸熟切片晒干。刚刚从这个小灶里面扯了一根木头出来，发现上面有白蚁。这里是烧那个热水的，这里放柴，这里排灰。我等一下直接从这里面放点柴，直接烧起来，把这里面的白蚁给它处理一下，熏死它。嗯，好多白蚁啊！刚刚拿一块柴出来，那个白蚁到处爬，好吓人呐。直接夹一块过去吧。再加一块，吃饭喽。嗯，好香。这个菜心酱好好吃。好新鲜。嗯。刚刚洗完澡了，哦，好舒服啊！嗯，花了20块钱，装了一个浴帘，那个幸福感提升了很多。洗澡的时候，对，就是平时洗完澡要赶紧擦干，飞进这个被窝里面，不然的话好冷的，好冷。今天的话浑身都是热乎乎的，对，特别的舒服啊。嗯嗯，那个菜地的话，今天没有去动它了啊。因为昨天感觉挖的有点点累，搞到后面的时候我的腰都已经很痛了，嗯，就没有去弄它了今天。嗯嗯，把那个厨房彻底给它整出来了，碗柜啊，那个菜板也给它打磨了，对，主要是那个碗柜啊全部给它清理好了，然后厨房的话以后基本上不用去动了。是的，现在就是已经成型了，那个厨房已经彻底，嗯嗯，还是挺好的。明天的话就再这样子去搞菜地吧，就这样子。如果那个体力消耗比较大，就尽量还是间隔一下，是吧？是的，不然吃不消啊。对啊，
明天就是翻根，然后给它施点肥，掺在里面，掺一点点那个沙子，给它和在一起，让那个土松软一点点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种菜。嘿嘿。小时候的话，可能帮着种过，帮着大人种过菜，但是实际上自己独立的话也是很难完成的。是的，现在的话都感觉没有头绪了，就是这个种子买回来之后，我到底咋办？这是第一步，对啊，一都头不雾知道在水。干啥。对啊，一头雾水的，就那个种子要咋干咋搞啊？跟那个撒芝麻一样的，到处撒吗？难道要？还是一排一排的种。对啊，要先发秧啊，发那个苗嘛，那个秧是谷子了啊。他们说要先那个苗的长出来，然后再移栽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对。就感觉挺复杂的，其实也。明天看能不能请教一下邻居吧。对，必须得问呢，这个。对啊，这个事情必须要种好啊，我们冬天的萝卜。我们冬天的菜呀。对啊，那我们今天就准备休息了，咱们明天见，拜拜拜。拜。